土耳其加油，走了两步，土耳其加油。然后呢，很多人呢，在我的口袋里面发给我好多饼干呐、啊，还有这些，你看，平安符啊，捐给我们这么多的，这么多的钱，这么多的帮忙，大家会觉得到底是台湾为什么这么爱我们？但是呢，当然这些故事他们已经慢慢的分享，因为台湾的团队也在土耳其接受媒体的访问，他们也是说，因为9/21地震的时候，我们经历一个很好的一个友谊。